一找鱼以后又回来了。我带两组，一组可以跟方向就来了。他说要回来露营去找你们，所以又走回来。你叫什么？你洗澡好了啦。你找到了？对，他找到了，然后找到又要回来，累死，爬很多。在哪里找到？厕所啊。对，你要找。后来有找到吗？有厕所。